bring for your backpack? Adams River. 那么可以看到下面一点点，那个全部都是鲑鱼哦。然后据我们所知道的，好像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所以比较少，但是还是很多，还是很多。可能是我们现在我摄影的地方是，因为没有斜坡的关系，比较平的河面，所以你只看到河里很多油，你看不到它往上跳那种美景。但是 anyway 还是好多好多鱼，整条河面都铺满着鱼，然后已经有闻到那种腐腥的味道，可能是那些已经产过卵的公鱼或者母鱼们的尸体。那预计鲑鱼的习性就是他们从海底然后一路往上游之后产完卵，然后就任务完成就死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世上所有的鲑鱼都是这个都是孤儿，都是没有父母亲的，好多鱼哦。 OK, that's a very nice picture.